两个彼此之间有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联系。他早问你没有看到 TikTok 时阵啊？没有的。其实呢，因为他有曾经有两个儿子，我们一起那时候石头家族的，一起共事。因为我刚刚从这个墙上看到小顺的成长史。对呀，大儿子结婚，二儿子结婚，现在的小儿子现在开店了。伊拢嘛教我，伊有出卡手就对啊。出卡手，我来主持嘞。好了，就阿 Ken 要当师傅，要自己开店的人。对啊，对对。来，给我敬礼，敬礼，敬礼。来来来来来来。阿林的播音教你个等下开这间店了。阿林本来是这边的人吗？基隆人，彰化人啊，但是75年来这边的。新开美法院，所以他们家的开了15年没有啊。那81年我又到基隆开酒店，我从第一家当总经理，办公室开8家连锁。哇，难怪刚刚小顺在讲说这个大姐头原来是这样的故事。相见恨晚是不是？哎呀哎呀，做20年酒店，我那个员工最多216位，所以以前要瞧什么事情都找我们小慧姐。应该没问题。给他们抬杠，我跟他们这个家认识这么多年，看到了过去呢，啊，这个短期桃花风光一时，但是一直到他觉得说啊，我年纪到了，他希望用自己的味道，他已经念美食学校，他还是去考了几个证照，正正经经的挂起他的 license， 然后在那边营业，又把以前那个短期桃花的 pussy 要拿出来。啊，现在回归到了这一碗霸王顶级海鲜面。听说这一碗基本上是我的探底。磨砂炭，因为它的价钱的话，有螃蟹、鲍鱼、干贝，哦，对对，中卷、鲜虾、蛋，这个只卖你190块。来来来，夹一点来吃。阿大姐，我刚刚跟我人生最大的转变哦，就在过去他们风光一时，阿林在那洗手做羹汤。我101退休的时候，就 Kevin 叫我去读基督神学院2年，然后我再去学2年营养餐呢。那时候就看到外面那个常常在报大肠癌什么什么那么多，我就想说我没有替这个社会做什么，我还是回我的故乡开这个养生的。食安问题啊！当初要开的时候 ，Kevin 来三个兄弟都大反对。两个这么严啊！三个跟我大革命一个月，后来我就写了那一封信给他。哦，不过后来三个才同意。妈妈等于是在基隆是话剧的担当呢。也不是啦，无啦，迄个时候大家拢互相捧场啦，啊，姐姐做人又豪迈。那时候跨版图还有美容美发咖啡厅呢。哦，你坐好，我叫你公公的卡都交起来。我咧用咩讲一条代志？霸王面，它的汤头是汁好，真的完全是蔬菜鸡，还不是喝起来不会那种油腻，它那个虫还在那边，它都是那个蔬菜水果去熬啊，那个阿姨熬了1-2个小时。你知道基隆这个黄面，是很有 Q 劲的。对，它粗度还有点像拉面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虽然是轮机科的，但是我鱼捞有捞到了哈。因为基隆还是也有鱼捞科哈。哦，我捞到干贝。好好吃哦，这个霸王面大家可以来。汤头好。对，这个现在破纪录，去年夏天破到109碗一天。一天109碗。109碗了。它的那个螃蟹还真的很甜呢，而且里面肉很多。对，你看现在不是螃蟹期呢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比较。秋天的时候，它才会肥一点，活体冷冻的，对，所以才叫它就是在海上，姐姐后面姐姐有船3-4步船，它就是抓到它马上急速冷冻，它活体冷冻你才有这个口感。对对对，喜欢我们驰骋都市穿梭乡间的旅行风格吗？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快点快点快点。